难的记忆却不只是那些人那些事，算了吧，就这样，那些过我的事情还在变成看不清，你的光亮照耀在哪里，我在沉默中被放屁惊醒，他们看见了你和我看见了他，说也说不清，此刻你在世界的中心，或者你在中心的边缘，这个世界不为你不为我所了解，然后或许他根本就不存在。有些人去死吧，其实我内心的幻觉也不过是这样，有些人算了吧，就算我再相信你又能意味着什么，就算我又想起你还能意味着什么，就算我又想起你还能意味着什么。